12月8日，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近5000字的行文通稿中，共出现了25次“稳”字。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民主人士王丹认为，了解中共政治话语的人都知道，当稳定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往往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不稳定的局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部分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但现在明确把稳定这个任务提出来，对于所谓的红潮盛世，当然是泼了一盆冷水。经济出了问题，一直试图主导以好大喜功为特点的经济政策的习近平，脸上啊自然无光。王丹说，更有意思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出现了很久未见的一段论述，那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全党都要聚精会神的贯彻。这样的表述几十年来并不陌生，通常强调这一点都是因为出现了左的倾向，出现了不把经济建设而把党建当成中共工作重心的现象，才需要祭出这句体现邓小平路线的核心精神的口号。却如王丹所言，中国经济早已危机四伏，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巨额债务、人口红利消失、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以及习近平主导经济工作以来瞎折腾，让本已衰落的经济雪上加霜。去年，中国国内经济学者杨鲁军曾实地考察地方经济，发表了《京华田野调查》文章，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之后，他再赴京华调查，将当地经济的现状进行了披露。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党建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变成了党建才是硬任务。在京华经济技术开发出的入口处，迎宾巨石上赫然刻着六个大字：党建强，产业强。这是典型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政治决定经济的谬论。无不讽刺的是，走进开发区，满目萧条和苍凉，户户大门紧闭，没看见一家企业还在正常运转。京华龙头企业众泰汽车集团内，但见人去楼空，不但楼空，偌大的厂区也空空如也，连门卫室都空无一人。你能说今日产业衰，党建惹的祸吗？怎么可以把党建强作为产业强的先决条件呢？这不是政治挂帅又是什么？中国真不能再回到政治挂帅的文革时代了。京华开发区今日的颓势与厄运，是全国开发区的现状的折射和写照。究其原因，不能不承认是汪洋大海般的中国低端制造业走到了尽头。曾经成为世界经济惊鸿一瞥的中国制造大势已去，宣泄了好几年的供给侧改革，根本未曾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和凤凰涅槃。他唯一的功绩是将央企、国企巨量的库存和债务黑洞优雅地甩给了全社会。
再加上中美交恶，大批外企撤离，中国国际环境坠崖般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积淀下来的中国制造业中国际先进技术的含金量逐渐被西方抽干沼泽，高新技术新的加持更是难乎其难，这就注定了中国制造业敌不成，也就是产业严重过剩，土地、劳力和人权成本以及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环保门槛提高等等。高不就就是缺乏高新技术加持，缺乏创新机制，缺乏人才等等，只能在自卫中亢奋，在愿景中强大，在亏本中自立，在命令中更生，路漫漫其修远矣。第二，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内循环本来是中美吵架，南方抛弃了女方，女方心切嘴不切，离就离，大不了自己过呗，捍卫脸面的场面话怎么可以当真呢？内循环是自己过的同义词，随性随傻，没有西方的技术、资本、市场、管理和运行方式，没有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规则和机制，没有和谐安定的国际安全环境，所谓中国崛起、中国奇迹，统统是镜中花、水中月。您还真以为是党的领导、制度自信和人民勤劳勇敢带来的吗？试问文革年代三大法宝为什么不能引领中国经济腾飞呢？说白了，中国今天是没法自己过的，除非有人要关起门来过苦日子、穷日子。就像老王说的，中国人民就是吃一年的草也不会有事啊，哪像美国人一天不洗澡都不行。不过老王是站在云端上啊说这话的，现在甭说北上广深了，秦华人民如今一天不洗澡也不行啊，更别说让他们吃草了。拉回话题，怎么办？正确的答案当然是改革开放，必须是邓小平定义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从摸石头过河到依葫芦画瓢的改革历程和改革逻辑，曾被表述为弃苏联模式走美国道路。改革开放的真谛就是以美为师跟美国走。有人说现在还是提改革开放吧，改革变成了改回旧时代去，变成了否定之否定，开放变成了向非洲开放，向落后开放，跟穷国瞎混。难道是巧合吗？浙江金华中非文化合作交流周，即中非经贸论坛不久前开幕，我还真的开了眼，也纳了闷儿。一，经济上没有货币购买力的非洲怎么可能成为中国贸易的伙伴呢？顶多是个扶贫的对象。中国与美国西方掰了，但是非洲代替不了西方，怎可政治熏得高官醉，只把杭州做汴州呢？二，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的非洲哪来的文化和中非合作呢？顶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风俗习俗而已。应该说几百年来在西方的援助开发企图提升非洲方面的无数尝试和艰辛努力最终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中国至今无视如此众多的反面教材和沉重的教训呢？三，历史必将证明中国这一波弃高就低、弃富就贫是违反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真实选择的，是背离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时代潮流的，因而也是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和未来格局的。总之，内循环是不行的，外循环必须是
西循环，不包括西循环的双循环，只能是政治和文字的游戏。第三，究竟怎么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的关系呢？蚂蚁金服魂断蓝桥之后，官宣的说法是必须重视实体经济，防止资本脱实向虚，产生金融危机。我认为啊，理是这个理，但不实事求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今中国经济的残酷现实，不是资本故意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是至少从精华的现实看，实体经济投傻亏傻。前些年投资制造业的人大概还有 3% 左右的存利微利，如今正如上述，中国制造神话破灭，做实体业的非但进不到钱，连本都拿不回，倾家荡产，身陷囹圄者绝非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要求马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实体是陷阱偏要往陷阱里跳呢？资本的天性是逐利，每人讲回头率，资本讲回报率，投啥不投啥，投多少怎么投，是资本说了算，而非官员说了算，这才是市场经济。朝廷对资本的强迫，非但帮不了实体经济，只会造成实体经济领域中触目心惊的资本浪费和损失。我的意思是，尊重市场规律，尊重资本选择，与其强力马云投资实体经济，不如把功夫花在为中国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国际环境上面。试想一下，如果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率远远高于金融的利息，又何须政府号召呢？杨鲁军先生的文章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应该说挺实在，不像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你雾里看花，明明经济衰弱，不得不打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招牌，不得不维稳，还压制死了嘴巴硬，硬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状况正在快速恶化，外资、中资大量出逃，各类企业纷纷撤离，数千万白领一夜间失业，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现实情况表明，缺乏有力而有效的权力制约，中国经济正为习近平的灾难性决策付出巨大的代价，大陆改革开放的成果正在毁于一旦，中国经济社会正在陷入快速衰败的境地。蔡霞说，中共集权统治不仅祸害中国人，而且其制度之恶正在溢出中国，祸害世界。不根除中共集权暴政制度，中国人就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未来中国和世界还有可能发生中共集权带来的各种祸害。根除中共集权暴政，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才可期可待。诚哉失言。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